元朗曾经在1962年至1963年度夺得本地甲组足球联赛冠军，橙衫兵团食住上届粤组冠军嘅势，阔别港甲超过30年，一升班就话要搏尽，以华人升班功臣作为主力，包括袁立翔。另外亦都有由公民过当做球员兼助理教练嘅赵俊杰。外援方面，有上届粤组嘅神射手法比奥。这位巴西外援加上同乡新加盟打过南华的苏沙，再加上古斯达和和新祖，拥有一班巴西兵的球会主席王威信就说，相对其他球队大量引入外援，元朗来季的目标是培育本地的球员，都不会将目标放得太高。外援球员对球队增胜啊，增加成绩的方面，即是加强成绩方面当然很重要。但係我哋係會取一個平衡，希望咧就有外援之餘，都可以咧喺出場方面咧可以贏取到我哋本地球員有充足嘅機會上陣。咁喺成績方面咧，喺呢一個前提底下咧，我哋都係因為首季啦嚇，各方面嘅經驗都要累積。咁我哋希望喺聯賽方面咧能夠去到中游嘅位置。先后执教过南华和飞马的教练陈浩然话，享受教地区球队，希望可以为街坊争光。其实你看到啲球员虽然唔系话个个系好好或者好出名的球员，不过我相信佢哋个潜力或者佢哋个能力可以喺今年可以发挥到，咁亦都好有信心，我哋今年亦都可以打到自己嘅风格，咁慢慢争取到个好嘅成绩，咁为元朗嘅居民或者为元朗嘅所有嘅球迷争光。元朗足球队正式由新成立的元朗足球会接替元朗区体育会走上甲组之路。在就职典礼，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亦都有嚟道贺，不过就拒绝回答传媒任何提问。香港宽频电视记者何容生报道。